家，过几天呢我就要去云南旅游，然后这次去云南是6天5夜，然后这次是跟团，我报的是携程旅行的团，因为第一次去高原地区，然后也不太熟悉那边的环境，可能也不太好走，所以呢我就跟团这样子。然后丽江云南那边的天气呢其实是温差算是蛮大的，像是丽江的话它差不多是14到23度，然后香格里拉是11到21度，然后大理是17到27度，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温差算是蛮大的，所以也要带一点厚的外套。那如果没有带厚的外套，还可以去云南买这种小披肩，就是还蛮有特色的，然后买了之后也可以回家当毯子啊。云南丽江这种地方的话，其实它算是气候比较干燥的，所以可能保湿要做好，然后紫外线也很强，所以防晒要带，然后还有太阳眼镜也要带，然后再加上你一定要带一双好走的鞋子，不管是球鞋还是靴子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一定要好走。云南这个地方有一些行前注意要稍微注意的，那第一点就是不要过度激烈运动，就是在去云南前几天不要去健身啊之类的，因为去云南其实蛮耗体力的，所以在这事前呢就尽量要自己好好休息。然后这是因为云南它是一个高原地区，所以你有可能会有一些高原反应，比如说你会头痛或者是全身不舒服之类的。然后因为我是报携程旅行嘛，所以就认识一个陈经理，就是我把他的微信放在旁边，那他就是有说推荐我们吃阿卡芬散，那这个的话不用提前好几天吃，那就是比如说你早上要去玉龙雪山好了，那你早上吃完早餐之后就可以先吃一包，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就会发挥作用，然后一天不要吃超过3包，然后如果6个小时后还是觉得不舒服的话再加一包，就听说对于缓解头痛啊高原反应是蛮有效的。这些应该在淘宝上都买得到，可是大家也要去小心分辨说就是哪些是正品哪些是伪品，就是大家再注意一下。然后缓解高原反应的话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吃，比如说多喝奶制品，或者是说喝酥油茶，或者是像可乐他们也蛮推荐的。好，所以云南的行程分享我就分享到这边。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是7点的飞机，所以算是蛮早的，所以我这样估可能要提前1个半小时到机场，然后所以差不多4点半，早上4点半就要出门，所以其实算是很早很早的。对，所以今天就会比较早点睡，然后隔天早点起床，然后再跟你们更新。现在我在上海浦东机场，然后刚刚过了安全检查。这边过安全检查其实还算蛮严格的，就是什么酒精啊、行充那些都要拿出来，就跟一般去国外的话其实流程一样，所以时间上的话我觉得没有特别久，就整个流程下来差不多半个小时而已，但是还是蛮建议提早到的。对，古城开城酒店，然后因为我们差不多12点到，然后人家房间还没清出来，所以我们
就先把行李寄放，然后等一下就去丽江古城走走。回到酒店了，然后我们刚刚玩到10点才回来，所以等一下应该差不多洗个澡，东西打包一下就要睡觉了。对，然后真的是走到超累，就是那这边我觉得要穿一双好走的鞋子是真的，然后我其实是穿靴子嘛，我觉得有稍微小小重一点点，但整体情况来说我觉得是还好。然后我觉得这间酒店呢有一个特别功能，就是它有 AI 语音功能，你就叫两声，就是小度小度，帮我打开空调。你打开空调。小度小度，帮我播音乐。没问题，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来了。气温16度，有点偏冷。对，
来了好多口。跟你们分享一个刚刚很好笑的事，就是刚刚我们进来松赞零四，然后刚刚那个检票人员他也没有跟我说要检票，然后他就直接把手伸出来，然后手上拿一只雨伞，我还以为雨伞是要什么统一放，之后就把雨伞挂在他手上，超好笑。然后他之后也没有跟我说要票，然后我之后才反应过来说啊是要给他票，超好笑。刚刚我们有进去大殿，然后里面是不能拍照，也不能戴帽子，所以也不能录影给你们看。然后里面就是有专门的喇嘛可以帮你做祈福，然后可能投个赞助5块左右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手上这个串珠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因为今天行程比较赶，所以在松赞林寺待也不能待太久，所以就是这样。今天天气真的是超级烂，然后现在在爬杜克总古城的楼梯，好多阶，好累。
爸正宗石头爸爸现烤现卖。石头爸爸正宗石头爸爸现烤现卖。而家又起雲啦，又起雲就，因為有。现在呢，我要走到最顶端，然后很多人现在就有高反症，然后如果你觉得头有点晕，可以吃一点糖果，可以缓解高反症，然后吸点氧气。你要不坐，要不就上。爬累了就坐阶梯休息一下。好嘞，现在快爬到顶端了，然后这是最陡的一个。哦耶，终于攻顶了。
树河古镇请推展过闸一张。Thank you.